这个地方是你选的，我这回用红高粱酿酒，一定别有一番风味。现在埋下去，等咱们儿子满月的时候，酒香四溢，也是佳话一则。玉英，小磊有没有好一点？在老家的时候，他撞得跟头牛似的，怎么到了上海，天天都是病？那你看要不要找个医生来给小磊看看呢？妈，我们找赵叔叔来给表哥看病吧。嗯，如君从小到现在啊，大大小小的病都是给那个赵医生看的。他这个人呢，不但医术好，医德也好。要不我找他来给小磊看看。好啊，当然好。张叔叔。哎，如君乖，什么地方不舒服？不是他，是另外一个小家伙。陈夫人，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小家伙？不是我，是我表妹。我表妹韩夫人第一次到上海来了。嗯，是啊，才来一个多月。这一个多月小少爷都病着，想必没什么时间上街逛逛。是啊，改天小少爷的病好了，我陪你们出来逛逛。不麻烦了。你看我说的什么，韩先生只会带你们逛遍上海，哪需要我。Thank you.
生的幸福。我要他在余生愿意真心真意爱他的人，对他，对我们的儿子，都能心疼珍惜。你已经找到你的幸福了。好香哦。老板，你喜欢喝两杯哦？我也很会喝酒哎，而且我听人家讲啊，一个人喝酒哦是会伤身体的。要是以后啊，你要找酒吧的话，你可以找我啊。哎，我敬你。都说菊花会死人哦。今天第一个预约的客人是谁？预约墙上有写啊。我知道有写，我现在问的是你。哦，那等一下我们吃完饭一起去看嘛。我不去，往后这是你的工作。看预约墙？看完之后跟我报告今天的状况，有什么人要来。哦，还不去？嗯，我不认得字啦。这是什么字？这个呢？那这个呢？老板，你别再问了啦，我真的都不认得。老板，你别生气嘛。我又不是故意不认得字的，我小时候连饭都没有得吃了，我哪有钱学写字？你要我做其他的都可以啊，这个擦擦桌子、扫扫地、铺铺床，我都行的。就求求你别赶我走嘛！你不识字，没法工作。我教你写字。真的？你愿意教我认字？不想学？学，我当然想学。好，那就从你自己的名字学起。陈晶，这就是你的名字。我的名字啊？笔不是这样握，来，我教你。好累哦。这样子一直臭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去把洗衣裳吧。
提招牌，不低头，迎面而来，街上的灵魂，全都可以买卖。失踪快六年了，他不管是死了还是另外成家，反正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不会回来了。那韵英啊，不，韩夫人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这些亲戚也希望他别再这样等下去，就算是为了小磊，他也应该找个好人家托付终身，可是总得他看上眼才行啊。天气不错，待会儿我陪你到崇明道走走好吗？不了，赵医生，你不用再陪我了，这两个月老是让你陪着我们到处乱逛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地耽误你的时间。你怎么那么说呢？是我该谢谢你们才对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没事的时候真是闲得发慌，幸亏有你跟小磊陪我，尤其是小磊跟我真投缘。前两天陈夫人还在说笑，要小磊认我做义父呢。那怎么敢当？表姐她就是爱开玩笑。小磊的学校已经安排好了，等开学以后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打扰赵医生。韵英，我希望能多照顾你们母子一些，我是诚心的。这些布料怎么又退回来了？啊，他们嫌布料不结实，还有颜色。小姐你好，哎，需要什么样的布料啊？我想要这块这块，还有那。小姐有什么事吗？你最近是不是很倒霉啊？交代你的工作都做完了吗？我忘了。这些典当记录每天都要整理一遍，以后不要忘记了。哦，今天的我已经帮你写好了，你照我写过的字重新抄写一遍。可是还有什么问题？上面的字我一个都看不懂哦。那就照着笔画一个字一个字的描写。老板，我今天帮当铺找到一个客人哦，他是开这个绸缎庄的，叫做陈大伟。陈大伟。嗯。然后在合约上签名画押，
5000大洋你就可以带走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我们当铺的客人？什么客人啊？你刚才说的陈大伟。啊，他，我看他这里啊，乌漆麻黑的，一副就是要倒大霉的样子。是印堂发黑。印堂发黑。印堂发黑，老板你还是比较有学问。那算命不是常说，常常讲说这个印堂发黑就是一副倒大霉的样子啊。而且我去问他店的时候，生意好差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他迟早会来到我们这里，不晓得到时候他会当什么，手呢，眼睛呢，还是耳朵？你看得见他印堂发黑？看得见啊，很清楚。你以前也看得见吗？以前，我以前看不见啊。奇怪了，为什么我现在一眼就可以看到呢？他不只是这边乌漆麻黑的，而且我还看到他连头顶上都冒黑气。怎么了？我不应该看到啊。你真是天生的黑暗中人，难怪主人会中意你。你该去做功课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看见少奶奶。老板好可怜哦。少奶奶跟人跑了，她才会伤心来到这里。我可以为她做些什么呢？阿金，我们是工作伙伴，你过你的日子，我有我的生活，你不用伺候我，也不用伺候任何人，让自己过得开心就好，日子还长的呢。我知道了。老板，
我今天有看见少奶奶哦，她好像不是一个人哎，我看见她跟那个男的在一起，很匹配哦。他们有看见你吗？没有。很好，以后你如果再遇到他们，不准跟他们交谈，最好也别让他们看见你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照做就是了。老板，你是不是因为少奶奶跟别人跑了，你太伤心，所以你才跑到当铺里面当老板？你不知道的事情不要胡乱猜测。一定是这样的啦，要不然你们两个都成亲了，为什么你跑来这，你不带上的男一块来呢？我想念你，想念过去，没有人能把你代替。是这样的啦，要不然你们两个都成亲了，为什么你跑来这，你不带上的男一块来呢？你又嫌我多管闲事哦，我是关心你呀。你还不累啊？累了啦。你看是不是要给小磊请个家庭老师啊？我有盘算过，要是真的跟不上的话，再给他请个家庭老师来辅导。赵医生不就是县城的人吗？他的中英文都很好，如果小磊有他的辅导，说不定也能当个出色的医生呢。表姐，赵医生的诊所那么忙，老是让他抽时间来应酬我们不太好。以后啊，你别再瞎撮合，要是生出什么误会来就难为情了。我才没瞎撮合呢，是人家赵医生自己情愿的。别说你没看出来，赵医生对你可有意思了。哎，云英啊，我看你还不如……姐夫还没回来啊？他最近为了忙绸缎庄的事，忙得焦头烂额的。情况是不是真的很不好啊？今天的英文考得好吗？下次逢到考试的时候啊，就要早点睡，精神好才能够考出好成绩啊。妈，赵叔叔，赵叔叔，赵叔叔好。小磊，我到学校去接你，才知道你娘已经把你接回来了。哎，今天考得怎么样？好吗？没关系，尽了全力就好啊。今天可以轻松一点，赵叔叔带你去吃一顿大餐怎么样？表姐已经做好晚饭，不回去吃不好意思。加上韩磊又要做功课，这样吧，我让小磊回去，我陪你去用餐。啊。我真是没想到，你愿意跟我出来用餐。这家的牛排还不算很好，下一次我带你去上海最顶级的牛排馆订个好位置。没有下次了。赵医生，我是个有夫之妇，还带着一个孩子。这我不在乎。小磊已经到了懂事年龄，我这个做母亲的应该以身作则，给他一个好榜样。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道德操守，我都……你是一位好母亲，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。要说只要为小磊好，就应该给他一个健全的家庭，有父有母。小磊的父母都在。你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你心里难道不明白，韩先生是不会回来了？韩先生失踪已经过了法律期限，你已经不需要再背负道德的枷锁，你应该再重新追求你的幸福快乐。
就算不为了你自己，为了小磊，你也该再婚。你何苦让小磊陪你一起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希望？韵英，人生在世，时间有限，别为了一个不可能的梦浪费自己的时间。你说的对，不要为了一个不可能的梦去浪费自己的时间，这也是我正要跟赵医生说的，不要为了一个不可能的梦浪费自己的时间。这些日子多谢您的关照，但我不适合您，请别为我浪费时间。很抱歉，小磊还在家等我，我不能陪您用餐了，我会去结账，请让我回请你一次，表达我对你的感谢。您慢用。如果典当我的爱情换来的只是你苦苦的等待，为什么我要做这桩的交易？为当铺工作生生世世又有什么意义？我这样做值得吗？我想念你，想念过去，没有人能把你带进了灵魂，全都可以买卖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字念退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错。错了？怎么会错了呢？这个字明明就念退嘛。不对啊，哎呀，这个字不重要了，你看重要的字我都会啊，像天啊、川啊、大中小啊、日啊、月啊、一二三四五六我全都会了。你已经学了那么久，只认得这几个字，你觉得光彩？把你逛街吃东西的精神拨一点出来，好好念书，所有的字都可以记下来了。老板，你还没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啊？腿。腿？这个腿啊？嗯。哦，不过就差一个音嘛，干嘛那么挑剔？差一个音，意思就差很多。算了，你今天就练习写这个字吧，写100遍才可以休息。你不能走。
啊。像哎，我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嗯，对呀。哎，爸，韩诺，韩诺，以为少写一个遍我就认不出来了。我叫陈金哎，所以我很金。这些小把戏骗不了我的，就是你。哇，好漂亮啊，金光闪闪的。这里面到底装是什么东西啊？黄昏后，黯然神伤醉西楼，把盏千杯犹未尽，酒入愁肠愁更愁。酒入愁肠愁更愁，你从哪儿听来这首诗？是啊，我从哪儿听来这些诗的？我怎么会记这么清楚？看来没了科举，那些文人雅士的学问全用在春满楼了。嗯，应该是这样的吧。春满楼的确经常有一些不得志的文人来寻欢，他们喜欢在那吟诗作对的。哦，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我潜移默化地记下来了。嗯，老板，其实我还蛮有慧根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那我交代你的功课你做完没有？不管有没有慧根，没有用心学习，那是什么也记不了。谁说的？我很用心的，我很用心的。严格的功课不就是学老板两个字韩诺吗？我真的都有记下来哦。不信的话我现在马上写给你看。想我苦读十年，终于科举高中，没想到却遇上辛亥革命。如今改朝换代，我这状元倒也没有什么用了。所以这位前朝状元想要用十年的苦读来换取听说扬文的能力啊？我希望值得吧。当然值得，有了流利的外语能力，对于刘先生未来的发展必定有相当大的注意。请签字。其实我真正在意的倒不是自己的发展，而是中国未来的发展。如今这些陈腐破旧的学士倒也没有什么作用跟价值了，中国人要想跟洋人平起平坐，倒得先吸收洋人的知识才行。
想吸收他们的知识，就得先懂他们的语言。这笔交易对刘先生你来说可说是物超所值。虽然洋人的眼界比咱们开阔了些，但论呢中国人的学问知识来说的话，未必见得落后洋人哦。我打个比方吧，就拿科学来说，古时皇帝造指南车，就是呢发展科学的开始，而蒙恬作笔，蔡伦造纸，更是传承文化最佳工具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用你的脑想想看哦，倘若要是没有了这些，人类文化不知道还要落后几百年呢。所以你怎么说中国人的学识没有实用价值呢？话虽如此，但是中国对于实用科学的研究早已停止，非但让洋人迎头赶上，甚至超越了成绩。所以说你不应该典当呢你十年的苦读来换取呢听说洋文的能力，你要做的事呢是研究出一套呢完整的理论科学，而且是有系统的教授哦。这么一来呀，别说要跟洋人平起平坐了，就算是要超越洋人也并非难事啊，你何必妄自菲薄呢？啊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刘先生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看得懂洋书，了解洋人的学问，这样才能够取人之长，补己之短。不，这位姑娘说得很有道理，现在懂洋文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倒不差我这一个，但是有心将咱们的学问整理成一套理论的人却是寥寥可数。这位姑娘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想我十年来的学识倒是可以整理出一些规则，希望我真能为国家尽点绵力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打扰您多时，这笔交易我想作罢了吧。您太客气了，刘先生如果还有其他心愿未了之处，我随时恭候大驾。别的嘛，老板，我不是故意赶他走的，我就只是什么什么，我就说了什么。那是你不该说的话。那不是你会说的话呀。我也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。不久之前，你连字都没认得几个，怎么才几天的时间就成了满腹经纶的大学士了？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。瓶子，我想念你，想念过去，没有人能把你代替。招牌低头迎面而来，街上的灵魂全都可以买卖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他是一位通晓中国历史文化、学富五车的前朝状元，韦若。难怪你变得这么学识渊博，原来你偷了客人的典当物。哎，我没有偷，我没有偷啊，我只是以为他。以为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我只是看到这个瓶子里面装的金光闪闪的东西，啊，好漂亮啊！我只是一时好奇就把它打开来看啊，我没有想到。一时好奇，你知道擅自偷取客人典当物的后果是什么吗？将错就错，让他留着这些许事。这是什么？
陈大伟，叫他出来。他不在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不在，走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找他有什么事？他不在，他真的不在。不在，你告诉陈大伟，我给他三天期限，三天之内要是不把钱连本带利还给我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他是不是已经死了？要不然，他就是不要我们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声不响的就走了？你不要难过，我以后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拿去嘛，你拿着嘛，你啊！我真是没有。陈大伟呢？叫他出来。不在。我可以做主，多宽带5000块，如何？银行不做赔本生意，八号当铺也是赔。好，就给到美好的机会。等赚了大钱呢，爸爸就给你买很多很多的嫁妆，到时候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不要嫁人，我要爹。这么快机器全停了。这部机器全停了。八号当铺只有点进没有输出，谁也不会例外。本人陈晶典当我的粗俗、粗鲁、无赖、狡猾。没了吧？有。